掌欢迎舞台推荐人 Ella 陈嘉桦。让我们有请舞台推荐人周深，有请舞台推荐人黄绮珊，有请创意总监王嘉尔，有请特邀舞台推荐人大张伟，欢迎我们的舞台推荐人以及我们的创意总监，欢迎各位。大家好，我是张玉子，我在这里做过许多次关于生存模式的选择，但是只有孤勇者是我按照词义本身去选择的。我想说，我永远愿意为自己而战，为我爱的人、爱我的人而战。我是孤勇者张玉子。帅气哦。表面不停骗自己，他们的语气好笑的攻击，自卑的心理，四年来戴着各种面具，想让你我孤立。莫名其妙那些话语，莫名其妙那些话语，杀死掉仅有一股勇哭泣。莫名其妙那些话语，莫名其妙那些话语，留下当电影值得注意。我不要王子苦苦守候的故事，梦幻不是我，不希望你是王子，因为瑰丽童话结局为战而死，我是开灯自己为你而真实。不要王子苦苦守候的故事，梦幻不是我，不希望你是王子，因为瑰丽童话结局为战而死，我是开灯结局为你而真实。今天
把掌声也送给我们所有的舞台上的舞蹈老师们，谢谢，辛苦了。现在进入舞台推荐时间，平凡者张玉子舞台支持通道现在正式开启。如果现场的800位想要支持张玉子，请您按下您手中的 OK 键。请注意，本场不分票。那这一次呢，我们要邀请张玉子你的朋友来为你做推荐。来，我们转向这边看一下，谁要为张玉子来推荐？ Yeah, 我是剑。我是左。我是冠。我是君。张玉子，剑指总冠军。谢谢支持结束，请等待我们本轮结果。OK， 月亮里的玫瑰与故事，舞台开启。Hello， 大家好，我是王 OK， 舞台2023 Top 5的那种，就是我看到很多观众朋友们觉得好像我不是特别严肃的对待这个比赛，其实不是的，我很认真对待我的舞台，只不过我不想让自己陷入到那个胜负欲里面，因为我曾经陷入过，它带给我的只有无尽的焦虑和痛苦，后来我意识到自己其实是特别渺小的，我们能做的就是做我们自己，遵循我们自己的内心。然后我对自己最大的祝愿就是当一个不后悔的平凡者。我是平凡者王 OK， 谢谢大家。This actually. Yeah, I like the stage. He is 四天泽 Oh my god! 结果打开是 Sunny Lucas. 下一个吧。现在进入舞台推荐时间。来推荐。哇！冠军不重要啊！我要让大家知道王 OK 值得，他值得所有的好，好，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他，他是很棒的音乐人，希望大家看到。这一段太甜了，应该打着胰岛素看，糖尿病都能犯了，我太棒了这块。OK 真的很 OK， 头顶一个大铁盔，人人都会爱上他，今天我要嫁给他。支持结束，
感谢平凡者王 OK 的表演，请等待本轮结果，有请。我老实话觉得其实一开始我就蛮喜欢玉子的，然后我觉得他什么样歌曲什么样舞台他都能消化，所以我更期待他节目后发展的怎么样。其实我很喜欢玉子，我觉得今天他的舞台非常成熟，而且他是什么风格都能驾驭的那种，就跟 Jackson 的想法是一样的。然后我觉得从他开始到现在，我觉得他的舞蹈一开始大家熟知的就是那种很现代舞的感觉，很柔和行云流水的那种，但今天你的舞蹈是非常有力道，干净利落，而且重点是你开全麦唱，你气息非常稳定。从玉子和 OK 的 vocal 上面，音色也好，细腻的演唱也好，我是更喜欢 OK 的。但是玉子呢，他有一个全面性的潜力在那里，这个就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孩子，他是他的未来是不可估量的。我对 OK 的可惜就会一直觉得他没有把他的嗓子给我们听到，我会觉得你永远就是老是要到临门给一脚的时候，你就是差那一下，用你的声音去给别人一脚。但是我觉得反而不可惜是你刚才那个舞台会很吸引人，因为它有很多的一些其他元素去丰富这个舞台，但是就还是说我会觉得对你声音这上面上的可惜。对，我在这里我特别想跟 OK 说， OK 其实这个夏天你收获的超越了所有来参赛的你的伙伴，因为你不但收获了这个舞台，你更收获了他们羡慕的，包括我们也羡慕的那个情谊。所以你就安心心放放松松的唱，是不是最后那个不重要了？哎，我第一次来，看着都不错，了不起啊！对对，都不错，还想怎么着的？那么不知足呢？是不是？差不多得了。然后，但是呢？你怎么有但是呢？但是也得说一些假装很专业的这些话，好吗？什么叫假装？显得是干这行的。然后行吧？快说。我们那个玉子少女特别的帅气啊。然后她演的时候，我感觉那一首歌演了9个故事，对不对？然后因为她虽然看上去是演一件事儿，就是为了拔前面那剑，然后但是她为了拔前面那件事儿，前面历尽千辛万苦，感觉她是史诗般的一个舞台，特别的了不起啊！我只是觉得这个舞台那个烦舞台，不管多烦，身为一个艺人，在台上那个祭点一定要非常之重要。然后你第一首歌唯一的点就是在于，这那个感觉哇，这庙会演这么热闹，然后但是那个我不知道我要祭哪儿。那个你那个剑不仅是拔出来，是要扎到观看人的心里的。那一刻不是光是形式上看上去你很炸这件事情是每个人不是说出来的，是打心眼里觉得、我看了个什么，然后你知道那个感觉。然后如果一个人只能说炸，那个人就是个结巴而已啊。然后没事，那个人就是个结巴，是个哪吒。我只想说的是这个，就是说。演得非常不错，前途无量，但是这个舞台非常故意，稍微有一点对不起。然后我们 OK 少女啊，现在还抱着那兔子，哇，怎么回事？至于吗？录个节目这么深情啊？来，没事，就是咱们那个少女一唱歌的时候，我跟周深我就说我这个嗓音真的很，我说她表现是一直都很稳吗？周深说不是，对，没有，周深说当然说是，然后一直很好。然后唯一的小建议啊，就是说我一直认为像你这样的特别厉害的声线特别好的歌手，如果你在总决赛唱完这个歌的时候，观众眼睛没有湿这件事情是没有用到力，我认为后边还有大招，对不对？然后。嗯嗯，那后面的大招要让大家湿掉，就是一直喷辣椒水。火，就是嘴里吃点辣的，冲着。对，逼到大家都喷湿为止。物理的流出眼泪。我觉得这么美的声音是能够让人听进心里，然后眼睛应该为你下雨的。然后所以说，我觉得应该有这样的表达会更棒啊，是这样。谢谢啊、嗯，谢谢。OK。那天泽刚刚在你旁边扮演小兔子，反而他给我们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对，我们刚才说那个兔子应该在中间跳那个 stop， 然后突然他一摘，然后那个兔子出来，然后这样一下全场就咣就炸了，肯定那一下。因为你那个 stop 完了之后，我们以为要发生什么，我们什么都没发生，然后就是只是在接着唱而已。就那一下，如果是他摘了，哦、酷。因为
为当时也有老师提议过嘛，但其实我是想让天泽，因为我需要一个这么个角色，然后想让他来帮我，但不是在台上感觉，对，那样就感觉好刻意，我就是，不是老师，不是说您刻意，不是，哇哦！首先也轮不着说我刻意，这是顶多说我的想法很刻意，我没有。对对对对对，是我懂我懂，那样确实是更精彩，对那个点会更亮。是的，是的。但是我想说，不要在乎那些，他也许会怎么样，也许会怎么样，他管用最重要，因为他最终是个决赛。因为那一下也许你觉得刻意，也许别人会说什么，但是现场观众我们就是会为这个事儿而觉得哇，那手里的票就不会停，管用这件事情在比赛是非常重要的。我非常同意大老师说的，就是你要让你做的有效，因为你有效之后你可以去弄到更多的舞台，去让更多的机会。加油加油。好，我们要来看一下他们两组之间的分差值，请看大屏幕。93，哦，差这么多呀？差很多，多还是少啊？多，一共就800个人。800个人。全员挑战，全员守护，三种模式中选择其中一种，在最终公测中揭晓。但今天你们就需要做出选择，在每种模式下，你要挑战谁？你要守护谁？我们为大家提供了 ChatGPT， 给大家提供参考。真假的 ？AI 给我们参考。有请 ChatGPT。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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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Hello， congratulations， congratulations。Hey guys。I'm your chat GPT. Jay Park will tell you everything he knows. I will try my best. So let's get it. Okay. 全员挑战模式选择正式开始。总决赛将分为两轮，请大家闭眼。你将选择什么样的策略？今天做出决定。请吴瑶涛睁眼。How do you feel? 艰难。请开始第一轮的选择。请看清楚五个数字对应的人。OK。因为我觉得我想，就是真正的尝试一下跟，对，挑战一下。Good stuff, good stuff. 好好。请开始第二轮的选择。OK， 哇、wow、哦！没有了。如果是一个挑战者，那我就只会朝一个地方去挑战。OK， 请闭眼，请卓海豚睁眼。睡着了都。请开始第一轮的选择。Interesting。请开始第二轮的选择。那一样。Really? You don't want to, you know, challenge yourself against another number? 不行。天泽，对不起。请张玉子睁眼。开始第一轮的选择。OK。我好惨啊！我真的被所有人挑哎。请开始第二轮的选择。This one or this one？ 啊。That's hard. That's very, very hard. I think after today, I would say this one. Yes.请王 OK 睁眼，开始第一轮的选择。因为也不知道挑谁，涛涛不可能嘛，我舍不得挑他，我就想保护这个可爱的小男孩，你就是看他就会有那种就希望他好的那种感觉。那佩玲我们之前还是队友嘛，你又觉得都是爱唱歌的女孩，你没有必要。
我就选一个比较舍得的。Interesting. 请开始第二轮的选择。你第一轮挑玉子，你可能就走了吗？试试呗，以卵击石嘛，反正你都最后一关了。第二轮可以碰的话，那我觉得结果怎么样也不重要了。请李佩玲睁眼，请开始第一轮的选择。辛苦了，辛苦了。好难过，就是有共同点吧。Do you think anyone picked you? Yeah. You do? I can feel. Oh, you can feel that. You can feel the energy. Yeah. You felt the point, just hotness in your forehead. Yeah. 请开始第二轮的选择。Hard, like talking about it without giving it away. This is very hard. Utai Arling Arsagre. 全员守护模式选择正式开始，请全体闭眼，请李佩玲睁眼，请开始第一轮的选择。Really? Interesting. Interesting. Why is that? 我觉得他善良，跟谁都可以融在一块，他值得。Okay, good, good. 请开始第二轮的选择。一样吧，一样。请张宇子睁眼，开始第一轮的选择。Oh, very fast. Why did you pick this number? 我的手就长这样。So it's a secret. A secret. Maybe.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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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okay, okay. Maybe I thought. 请开始第二轮的选择。So is that person the champion in your heart? 一切皆有可能。Interesting. 涛涛要拿冠军了，如果是守护者。请王 OK 睁眼，请开始第一轮的选择。真的吗？希望他好。If that person decided not to protect you, would you be sad? 会，但是表示理解。请开始第二轮的选择。Maybe you'll be double sad. If they didn't pick you. 请卓海豚睁眼。Ooh. Got some redness there. 请开始第一轮的选择。Everybody. Why? I don't know. Why? Why that choice? 我觉得他是冠军。Okay, cool. 请开始第二轮的选择。Okay, and why do you pick this number? 如果心中有一个冠军的话，他应该就是。Okay, so this is the same thing you said about the first number. 这是他说的吗？ Oh, he said it, and now you're saying. Yeah. Okay. Team. Very good. Very similar. Teamwork. Very similar.我太惨了，我一个人都没有人守护我，我太惨了。请吴瑶涛睁眼。快睡着了。请开始第一轮的选择。
我觉得他是 OK Interesting 请开始第二轮的选择 OK Same number全员平凡模式选择正式开始 And if you want all nobody Please raise your hand既然都到决赛了那就不要再你守护我我守护你你平凡我平凡了我觉得能进 TOP5 的人都不是平凡者、嗯、Okay, you can put your hands down now For the last question Do you want to open your eyes? Yeah, yeah. You can open your eyes now 哇都绿了我的世界绿了 And that's really the endAnd, you know, hopefully everybody prepares their final stage well. And unfortunately, I will not be there to see it. I know, right? Sad. Oh, sad. But I will be watching. So, you know, everybody do well. Sayo. And yeah, it was great to meet everybody. 谢谢。谢谢。Thank you.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谢谢 J-Pop， 谢谢。辛苦了，谢谢各位。选择结束，最终公测生存模式，请等待现场揭晓。公测生存模式现在揭晓。6000多票，挑战者8882票。哇！哦！所以我们最终的生存模式就锁定在全员平凡者，所有的比拼将聚焦在舞台能力的比拼。各位准备好了没有？